八沈阳塔台，非常荣幸能够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感谢你们把英雄送回祖国。铁血金牛在，山河已降，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在我从业以来呢，这段时间呢，我一共参与了5次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在2021年第8批在韩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中呢，我主要是担任塔台管制指挥任务。当我亲自拿着话筒，迎接在韩烈士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指挥它落地平稳降落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激动的，就是当时那个时刻那种。对为国捐躯者的那种崇敬之情浓浓地围绕着我，尤其是在与机组人员通话的时候，当时有句话我到现在记忆深刻，就是我说出铁血金犹在，山河已无恙，向中国志愿军忠烈致敬，然后机组回答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能感受到我的语气是一种有点颤抖的，是非常激动的。然后当时晚间嘛，我回到家里，下班回家之后，我的家人也通过电视上也看到了我当时指挥的这段过程，知道我能担任充当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引路人的一个角色的话，他们是非常骄傲的，而我当时也是为我这个职业感到非常自豪。我是2007年到沈阳塔台参加工作的，那么从2014年开始至今为止，参加过3次在韩志愿军的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跟我们塔台的同事共同完成在韩志愿军英魂的迎接归国。首先，作为塔台管制员的话，我们保障的是航空器在机场场面上的运行，主要的职责是，航空器的顺畅运行，包括方向撞的工作，包括机场航空器的排序。然后按照预计离场时间去正常的离场，满足限制要求。首先，在我们接到这个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层层从政治角度出发，整个单位东北控管局会成立相应的工作组，领导那边会周全的布置跟组织一些工作，下面的话会选择骨干的管制员去承担这个执行的任务，执行的指挥任务，包括。推演一些预计滑行路线，特殊天气的时候的保障预案，发出多套的响应跟保障预案，响应机制要完善。从2014年到2022年，一共有9批的在韩志愿军的烈士遗骸归国保障任务。那么我们每一批其实都有致辞的这一项，就算一个空管的一个传统的传承。但是慢慢的从第7批开始，就是更受到咱们媒体包括国家的这个关注，那么我们的致辞会更加的详尽，真情流露，而且也合法合规。因为正常的话，管制的指令其实是以简短简洁为主的，这种比较细腻的致辞在原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在就是得到这个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我们的管制员终于可以有机会把这个心里的崇敬完全的给表达出来。